Thank you.
Campur-campur.
他们 GPT 是干嘛？三米四吧。三四。现在呢？也三四啊。哎，还打，还打，你进个球。好死他！好死他！真的！哎，界外界外！好死他！真的他们俩都是，都两个人都是一人来一个左右左右。对的，挺好。怎么打？高远球不是在打球的时候我就打不了。高远吗？高远你得真正在实战的时候。你得你这样。记不住。你得。我知道怎么弄。你得架，侧架蹬转就行了，侧架蹬转。然后其实就是要把这个。不，你得侧。对，侧架蹬转。但是就是练的时候都是，然后你实际打的时候，就比如说球很高很远，你在慢慢等的时候，打进的时候其实并不高远，就只有高不见远。平时就比如说你对拉的时候，你慢慢的时候，哎，好像还行，真正实战的时候就不够高，好难啊。可能就是脚步也没跟上。对。哎，好球。有一天早上，倩姐陪我就拉高远球，拉了半个小时，我手都在抖。然后两个人练试，因为你每一拍都是你自己接。然后他故意给我拉高远，然后那个半个小时打完了，我觉得比平时打俩小时都累，一小时吧，不到俩小时。单打体力输出翻好几倍。我们现在我拉那个高远，我们现在打双打基本上都不累的，就被一直打下去。但是单打的话就好了。就是吧，那个理论知识都挺足的。就是。就脑子说会了，心里说我还不会的。你的鼻都不累，你在这混是吗？哦。